那七当家说了，他抓着鸡算我的，那我要找着一撮毛和联络图，那也算我的。你想啊，这快过年了，我要真把那联络图找着了，这三爷一高兴，万一赏我个老酒啥的，这不挺好吗？是吧？你他妈把话跟我说清楚！啊，老酒是个啥？老酒是第九代金刚啊。那下山抓鸡又是为了啥？啊，快过年了，我们三爷年年的坎子，这三婶儿开摆鸡宴。哎，别！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说，百鸡宴是啥玩意儿？我说清楚了，这都知道啊。这就从100家抓100只鸡，腊月三十儿，大年五更，全山的兄弟们宴会，所以叫百鸡宴。这是我们三爷的坎子呀！哎，别！我告诉你，自己山头穷不起了，好，我们徐九彪九爷山头抓什么鸡？哦，原来你们是九彪山头的呀，这都自己人，别误会啊！误会个屁！啊，告诉你，坐山雕有坐山雕的坎子，我们徐九彪九爷也有自己的坎子。啊，爷们儿，既然你跨界了到我们山头了，就得按我们的规矩办。兄弟们，给我带出去，脚趾头全他妈给我砍了！哎，别！哎！三刀四刀，不是给崽子求求情啊！等会儿。哎！别！这哥们儿也不容易，先别宰了他，今晚上带回去，好酒好肉供着，明儿一早，把眼珠子给我挖出来泡酒喝啊！哎，别！我说，别砍！哎，别！不是，杨排长，我觉得他就是个小匪，没啥油水啊。要是能把他争取过来，那是最好，让他给你带路；要是争取不过来，直接把他关起来。争取太难了，这些土匪都冥顽不化。刁战义，你忘了，想争取过来，谈何容易？让他带路，世事难料。如果把他押起来的话，坐山雕一定会因为他不回去而增加戒备，这样会乱了我们的计划。我觉得得不偿失。哎呀，你说啊，这刁战义，小炉匠，一撮毛，怎么就这么顽固啊？要把一撮毛送到老道那儿，他自己吓得不行，让一撮毛为我们带路攻上威虎山，他就慷慨得很。老道是个厉害的大头目，而一撮毛愿意领我们进威虎山，这一看就是个骗局。他看我们小分队兵力不大，不是坐山雕的对手，只有进去没有出来。那要是我们成功了，剿灭了坐山雕，他到时候啊一定会翻过来向我们表功，以此来掩护老道。那个傻不愣的没那么多弯弯绕，他让咱们上当倒是有可能。依我看，完全不用争取，把他给放了。既放了他，又让他给我们带路。哎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没听明白啊。你想啊，他死里逃生第一件事儿是干嘛？回去呗，回威虎山呗。对，而且一定走的是最近的道。啊，你们没看见他那双大脚丫子吗？穿上一双皮物了之后，那就像一双熊掌一样。这漫山的大雪啊，他穿上皮物了，在山上那么一走，一大排脚印子。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哎，你说，就你这一身膘，我一刀下去，能扎得透吗？三老四少，天下绿林是一家，小崽子不懂规矩，饶命！
饶一命！你他妈废什么话？快过年了，碰到几口料，一刀插死了！大壮，你是不是傻？人大当家说明天查干啥？就是，明天查，大当家说的。你是不是疯了你？你把绳子割断了，他要是跑了赖谁？老子干了这么多年了，跑一个了吗？你敢跑吗？不敢。敢跑吗？不敢。你老实点，你要不老实，我剁了你！老实。不好了，鸭子跑了，快过来帮我！快走！你老实点。谁呀？老实待着是傻子。行，好了，可以。老人家，胡彪这小子吧，他不沾黑土的，起草的。说人话，啊，不抽大烟，抽烟袋锅。等我们拿下威虎山，这个一定完璧归赵。我要让你回来，亲手把他还给我。你放心吧。我在威虎山山下等着你。自荣同志，牡丹江军分区特战小分队剿匪成败，在此一举，我代表党还有老二团所有的战士，拜托了。谢谢组织上的信任，只要能在年关之前拿下威虎山，杨子荣在所不辞。子荣同志，203，越是艰险越向前。
203，万一……没有什么万一，我是说万一我真的回不来了。你一定会活着回来，一定。这里，进。还在惦记杨排长？深山老林，冰天雪地，天寒地冻。老虎很凶，
这一夜你可怎么过呀？永琪大哥给他带了张皮褥子，他说运气好的话可以找到树洞，就是找不到树洞，杨排长搭个雪屋也能对付过夜。如果光是这些我就不担心了，我最担心的是那两条腿的禽兽虎子。这是杨排长的吧？子荣同志，我和战友们等你平安凯旋。伙计，再吃点吧。再往前走，是死是活就不知道了。来，吃饱了。你要是吃饱了，咱就上路。
不头，看，点子在那儿。想啥来啥，想吃奶，来了妈妈；想娘家人，小孩他舅舅就来了。紧三天，慢三天，怎么不见天王山？野鸡闷头钻，哪能上天王山？地上有的是米，乌鸦有根底。外国阿莫拉，他房上没有瓦，非否非否非否，谁的谁的？一座玲珑塔，面向青山背靠沙，并肩子，抱个腕儿。古月腕，上弧下标。胡彪，你就是胡彪。在下刘长贵，报号大麻子。刘大麻子，那是我们威虎山的老大刘门良，刀狠管直，枪法神准，三五十个都干不过，就是爱喝点酒。这搬火山呐，谁都不是个儿。哎呀妈呀，你就是北满绿林道上鼎鼎有名的大麻子刘大哥，威虎山上的迎门梁刘大炮头。秉尖子，是我。啥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啊？早就听说了，刘大哥在崔三爷身上前打后别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见着了。大哥，兄弟我初来乍到，不懂规矩，要是能在威虎山上挂住，一定给刘大哥牵马追到。好啊，门槛子给你准备好了。我刘大麻子，给你掀门帘儿，好教的，方便，错不了，秉尖子。进山没一定要对黑话啊！不光我们那儿，哪个柳子都得说黑话呀。如果说黑话说错了会怎么样？别人我不知道，那我们三爷肯定像京腔的狐狸，那横草不过，哪句话不对了，直接就给插了。你跟杨排长对过黑话？
联络图这玩意儿吗？他是三爷一直梦寐以求的。别说三爷了，这整个东北地区所有柳子的大当家的都想得到他。那如果说有一个生人拿这个联络图，把他献给了座山雕，那座山雕会不会信？我也不好说呀。快说！我们三爷啊。 昨天晚上挑黄梁子了，猜猜，梦见啥了？一定是梦见三爷您六十砍子，有人献大礼。那就是梦见三爷您得到先遣图了。咱们威虎山现在最重要的就两件大事儿。 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难道是？我梦见金雕落在一头跳毽子上，这家伙还长着两个翅膀，背上驮着一个娃娃，进了威虎厅，直接朝我就扑过来了。 这是啥呀？侄儿，这挂上咋说？这还用问吗？猛虎串进了威虎厅，必是要来卧底的，扑向了三爷的宝座。哎呀，三爷，怕是要生窑变呢。此梦不可流于表象。
我们虎踞威虎山，三爷高坐威虎厅，山神老把头照应，金雕在背，正是虎天说意呀。昔日汉高祖斩白蛇，下芒砀，称雄天下。三爷，吾乃兽中之王，依我愚见，威虎山要添新丁贵人，使三爷如虎添翼，终成霸业呀。哎，你们看，三爷说的，虎踞林海，俯仰乾坤，谁做主？这山里又来了一头猛虎，两虎相争，这是必有一伤呢。大包头，您回来了。这人是哪位啊？新丁贵人，赶紧去通报三爷，接柳子。哎呀，跳毽子！大伯头，您打的？贵人打的。马六，赶紧去！三爷，大炮头回山了，赶紧让他进来呀！三爷，大炮头还带回来一个柳子。什么？哪儿来的柳子？现在还不摸底，不过肯定是个好八的。他一进山就把一头跳毽子给放倒了，完了，来了个茬子。哎呀，三爷，猛虎入室啊，新丁贵人到了。三爷，准备接柳子。是是。云尖子，这是要进山门过坎子了。老胡，山里山规，我大炮头给你打通场，放心进去。走，请。没事吧，老胡？这要掉下去，你小子没命了。放心吧，老胡好歹也在绿林道上混了几十年，没事。那是，这江湖四大炮头那不是白叫的。行，行。三爷，大麻子回来了。听无语。
个人要麻烦，先炼心火燎原，壮志豪情虎胆，神枪瞄准黑暗，胜利就是我终点。越想前，越是艰险越